一个所在是，你打开关系吧。是，这是我的高架，无用枪的围墙，苏迪西的房间。林杰啊，是有位的水人，方才你在观察我，我也在观察你。坦白讲，至今我心中仍有一点怀疑，但无想让铁树求伊影响我的判断，所以只要先带你来到此地。林杰，请相信林杰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小修，我会将同意带领前往总监罗酸去随恩武大爷，希望此事在我尚未理清之前，暂时迈向大爷之上。为什么？大爷已百回逆怒，承受不了命运和伊希望，再夺取希望。我会告知烟雾大爷，调查结果以及五娘的事情，第一我的心事。请原谅林杰的自私。这也是我头一回见到十三爷露出这样的信息。江一尼，我用灵开始变了不朽。哦，基本军事二十几年前，真随高小姐来过无用府，这时同意尚未入府，不知军事口中的变是何程度的变。以用的无用灵，生性强恶，肆意妄为。用性如今贵妇的小辅助。哦，那也真是变了不少。是什么事情变了不少？无什么，同意军事寒聊之意。您答完了？同意小修带两人进入总监罗酸水大爷。不要紧，就算是我交代。那十三爷呢？我有事离开无用府一转，就这样对大爷交代吧。是，两位请。铁树求伊，林秋安真是清切的惊喜吗？是，叶福星便是当年林红哥。这件事情暂时不必，我明白。你现在要进入最深情的话，是小心一个人，何人接天南？